今天带着我们王海兄去买一个电磁炉，好吧？那天磁炉啊，也光波炉哈，难吗？因为呢，整小凤他们一直说我们光哥没有电磁炉，所以我们必须要买一个用来打火锅，比较近有没有啊？今年过年呢，要给多一点零花钱小孩用啊。去，去年不给他进吧？哎，知道吧？五八。哎，这就搞掉了，现在有几种咁多？蚊最好啊种？多数人都是一种。边种最好噶？都系三千牙。啊、哦，三千牙，咁攞三千牙种试下睇下。来来，小。哎，小峰。哎，我准备买一个电磁炉了，不要一直说我没有电磁炉，小看我。今天我就借钱，我也要买一个。现在，今天你要过我这里吃饭吗？打火锅啊。打火锅啊。买一边羊回去。买一边，哎，老板叫我买一边羊。随便你吃。我发给你看一下，好快的，你看。哎，加大啊，三千吧，加大三千了吧，包用一年，包用一年，你还没起，你起床了没有？都十二点了还没起床？我早都起来了，我去干活回来，衣服湿了，我现在又换衣服。哦，我以为你还没起床呢，我的天哪！我说这么晚还没起床，好吧，等你好久了，就要这个了啊。过来吃饭就行了。好的，等下直接过来吃饭就行了。反正我过去吃饭了，你们买一点那个。我买羊肉啊。哦，要我带什么东西过去吗？不用带了，空身过来就行了。买个红包。不用红包，不用红包。好，就这样啊。最好带几个姐妹过来。带几个姐妹过来就更好，单身的那种哦。再进来，再进来。我要咬了，冇识过，好，都成日打我。啊，来啦，翻我试啦。我在那里